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就最喜欢的就是有那一份平安在我们的心中。接下来要带大家唱这首歌，是天韵自己所写的歌曲，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把这首歌带回家，平安夜里真平安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份平安，就是最大的宝贝，最大的福气。我们一起来学哦，来，平安夜里真的时候，想请大家把你的右手食指举起来，当作是我们的小蜡烛，让小蜡烛在这边点燃。我们请男生先来唱哦，来，预备，来。平安夜里真平安，小小耶稣来世上，天国的消息他宣扬。人间的希望它点燃，大家一起来唱，真光啊已照亮，真光啊已照亮，照亮在人心上，他的故事万人传，平安夜里真起哦，一二三，耶，鼓掌！